我是杰西，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麦克说要带我躺机了。专业如他，难道还没搞清楚跟我吃鸡躺机的永远只有他吗？哎，男人啊，面子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罢了，看在最近他表现不错的份上，我就成全他吧。 Mike， 请开始你的表演。看 Mike 打得火热，我强忍刚枪的冲动帮助他警戒四周，毕竟他也是个自带被偷袭光环的男人。嗯，有车，不能让他打扰 Mike 狩猎，给我下来。 Mike， 你继续把后背交给我就好了，放心大胆地往前冲，我等着你带我躺机。嗯，这个人很难缠吗？让我来试试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打不动？ Mike， 这个人脸皮好像是防弹的，安全区不在咱们这儿，看在他跟你有点像的份上，咱们就先放他一马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场中人数不断减少，看着 Mike 猛如虎一般的操作，他的人头也不知道过没过五，反正我是尽力了。看我这三个人头就知道我这一场有多么的压制自己钢枪的欲望。现在就剩三个敌人了，看 Mike 的样子是要让我人头不过五啊。身为一个狂战士，鸡可以躺，但是击杀数不能不过五。发现目标 SKS， 随缘一波将他带走。 Mike， 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剩下的两个人让我娱乐一下好吗？嗯，不行吗？那就看谁抢得过谁，决赛圈了，谁死谁尴尬。哎呀 Mike， 这可不是我诅咒你，不过呢，你应该早就料到这一刻了，对不对？毕竟你那么专业。好了，你可以找个舒服的姿势躺好了，看我如何带你吃鸡。有脚步声，最后这两个人不知道是不是一对，先观察下再说。不对，左边还有一个想偷袭我杰西，天真。就剩一个人了，我也懒得再爬起来。兄弟，出来受死吧，不然麦克该着凉了。找到你了。我是杰西，千禧谨慎，组织的猛。麦克，躺机是什么感觉？传授下经验呗。